大家好，今天小编带你去青岛老胶南的一家手擀面馆去看一下这里非常有特色的苏格兰打卤面。大家看一下他们这边主打的手擀面，其中呢打卤面是11块钱。小编到的时候是中午，店里人还挺多的。这些炉子就是随便夹是吧？嗯，弄吃多少？像鸡蛋、西红柿，哦，还有那个胡萝卜。哦，加多少都行哈。嗯，炉子哈。嗯，那里面你看他那儿过去开出来就吃。哦，是这个哈。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卤子区，卤子是不要钱的，一共有10种，还有一些小青菜。有4种卤子，就是4种哈。通过小店墙上张贴的公式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小碗的打卤面是11块，大碗的是13块。啊，这一个小的，一个大的是吧？哦。它这边是4种卤子啊，这个是土豆肉卤、鸡蛋酱卤、香菇肉卤，这个是西红柿鸡蛋卤，这个是豆角肉卤、木耳肉卤，这个是辣酱肉卤，这个是茄子肉卤，这个是肉酱卤，这应该是鸡蛋韭菜卤，这边还有3种小刺儿啊，嗯，黄瓜，这边是小刺儿啊，豆芽、菠菜、黄瓜。他这家店所有的面都是手擀的，特别的有特色，吃起来非常的劲道。小编要了一份小份的打卤面。好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小编选的卤子，你看这么厚的一层卤子，然后把这个面拌一下啊，拌一下再吃。小编尝了尝，他们这个面呢非常的劲道，不愧是手擀面啊，和小编以往吃过的面不太一样，非常的好吃。另外加上这个卤子吃起来特别的过瘾，11块钱就可以吃饱吃好，真是非常的超值。